5点钟在海边遛弯，遇到了这条搁浅的龙尾鱼。记得我80岁的舅老爹曾经跟我说过，这鱼非常罕见，是海里面的吉祥物。看到它双栖的朋友，2019年都能够发大财、走好运，家人能够身体健康。今天早上一出门，嘿嘿，巧了，遇到了两条搁浅的龙尾鱼。听我四叔的表舅妈说过，这鱼是吉祥物，看到它双栖的朋友，2019年发大财，走好运。大地妈嘞，一早上一起床就看到大闸蟹死了一大堆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。老铁们，这个视频就不要大家的双击了，你们给个关注，祝进来的老铁2019年发大财，走好运。Hello， 老铁们，面前的这个东西叫海蜈蚣，据说只有胆子大的人才能进来双击，而胆子小的人看都不敢看完马上就出去了。如果你是胆大的，就留下一个双击加关注吧，给就给一个吧，给一个吧。嘿嘿，巧了，这是一条搁浅的安康鱼，听我爷爷说过，看到他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父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福多寿。老铁们，这个双击你会给我吗？